是爱我的，为何还是离开我？今天的海特别的苦涩，因为它含着泪，你的眼泪。是漫游吗？你打什么打呀？讨厌，真是想打的不打，不想打的打。哎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换一张手机卡，要不然总是漫游得多花多少钱啊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我宁可多花钱，也要为护花使者保留这个号码，否则的话我就真的与他无缘了。那要是他永远不打给你，你是不是永远都要漫游啊？我发誓，再过一个礼拜，不，再过十天，不行，最多再过半个月。如果他要不打来的话，我就取消漫游，换掉这张卡。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打来的话，我就爱上。我是陈一平啊。啊，陈大哥，你好你好，真没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。是啊，那天晚上你夜里悄悄地从远台市走回周家湾，我可一直不放心啊。那么远的山路，天又那么黑，你一个女孩子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呢？都怪我没想到这茬，让你半夜走了。现在想起来啊，我都后怕呀。谢谢陈大哥，没事儿。不用担心，我听说你突然住院了，或者心里就更不踏实了。你得了什么病？我没得什么病。不可能。哎，对了，是不是那天回去你晚上走得急，汗湿了，感冒了？啊，对，我感冒了，在医院住了几天。感冒了你会住院？吞吞吐吐的，你肯定有事瞒着我。陈大哥，我是妇科方面的毛病，人家不好意思说嘛。哦，是这样啊，那是我失礼了，我也就不多问了。哎，多保重啊，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，我会抽时间去看你和学生们的。嗯，你工作那么忙，不用专门跑来了吧？别忘了，我可是你委任的校外辅导员，我可不能空背这个名啊。再见啊。再见。好，这几天我们玩的只剩下男厕所、男浴室这种地方没有去了，腿也跑细了，话也掏空了，怎么样，是不是该说正事了？什么是正事儿啊？你拿我开涮是不是？找工作的事儿啊？玩够了，想上班了。当然玩够了，再玩下去我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怎么会呢？不是很快就人来还他300元钱了吗？你找打呢？
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不过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我和爸爸小杨哥闹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好了好了，你也别为难了，就当陪我出来旅游一趟吧。不会的，至少还有何必这条路嘛。对呀，俗话说女人呐，做得好不如嫁得好，干脆我嫁有钱人吧。那我爸爸又有钱，人品也不错，你要不要考虑做后妈？只是觉得特别适合你，所以就隆重向你推荐了。莫名其妙。何必哥，你怎么了？喜来化妆品公司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多化妆品为什么都要销毁啊？泡了脏水，卖给你，你要？啊？这都是你带来的好运。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这就是我爱你付出的惨痛代价。因为爱我？是不是我爸爸和小杨哥对你做了什么了？别跟我提这两个人！来干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你是来看我怎么个死法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何必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冲我发火也没有用啊！我不冲你发火，冲谁发？我冲谁发？辛辛苦苦创立的喜来屋没有了，我手底下上百号员工的饭碗都砸了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马可可，你就是我公司的掘墓人呐。可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你给我滚！我不是向你发火，我是气糊涂了，哥哥。哥哥，我这几天很崩溃，我真的很崩溃呀，哥哥。我见谁都会火冒三丈的，这话如果我发不出来，我会死。哥哥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你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宁愿没有公司，宁愿倾家荡产，我也不会向马华坚妥协。我也不会向马小杨低头的，哥哥，你相信我，我爱你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烦，所以我选择离开你。哥哥，不要再念哥哥，哥哥不要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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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不让你追他。方晓，你敢不听我的？你凭什么管我？公司要倒闭了，你这老板也做到头了，凭什么你还对我指手画脚的？
要不是看在咱们还是朋友，方兴，连你都落井下石啊！何必呀、啊？何必？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哥哥要真的爱你，他就会去找马化天求情，或许你还有救。他要是不去找马化天，见死不救，那这样的女人，还值得你去爱吗？啊？马化天不会听他的，可可无能为力，可可无能为力啊！要是可可救不了你，那上帝也救不了你，你只能认命了。可可，你回来了。爸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都知道了。爸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你把何必逼到绝路上，就是把我逼到绝路上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把他逼上绝路，我只要你们分手。你要是知道了爸爸的苦衷，你就会理解爸爸。你有什么苦衷啊？是不是为了小杨哥你才这么做呢？不，这跟小杨没有任何的关系。那到底是为什么？我，爸，你说话呀！我的苦衷就是，何必配不上你？爸，我求求你，你放过何必吧。你也希望女儿将来能幸福，是不是？女儿跟何必会幸福的，你就放过她，也放过我们吧。爸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，爸。爸，孩子，求求你，你别这样，你快起来，你起来，一起来，起来有话咱们说啊。爸，你要不答应我。我不能答应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你必须和何必分手。爸爸爱你胜过爱我自己，你就听爸爸一句话，和何必断了啊！要是我不答应呢？那你就去告诉何必，化妆品这碗饭，他就永远别吃了。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呀？你要愿意跪，你就跪吧。董事长，要不要我陪你？
如果我不再认识了，昊天，我求你帮我抚养这个孩子。你别哭了啊！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来来，你先坐下。你先喝杯水吧，来。喂，许愿呢？你在哪儿呢？你赶紧来我家啊！可可伤心死了。你快点啊！别哭了啊！别哭了。爸爸一向疼你、爱你、关心你，我和多多总都是亲爸爸生的吧？可我们两个人哪一个有你的命好？你爸爸这么做呀，肯定有他的理由，否则不不做事儿不是这种风格的。为了你爸爸，更是为了何必，我认为你们俩分开一段时间也好。多多，你说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同意许愿的意见。答应你和何必分手。我的好闺女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孩子，爸爸让你为难了，对不起你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你会放过何必的。好，爸爸答应你，何必的一切损失我都赔，还让他们的公司起死回生。你还得答应我，即使我和何必分了手，我也不会爱小瑶的。你不能强迫我。爸爸向你保证，不管你爱上什么人，爸爸绝不再干涉你的自由。毕哥，我考虑再三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前一阵子是因为小杨哥追得太紧，我才想到辞职，
要搬到你家住。其实那只是一种摆脱的方法。我不爱你。不可能。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在骗我。你肯定是爱我的。我可以不要公司，可以不要金钱。可可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！你说实话，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真的要我说实话？听。我凭什么爱你？凭你一无所有吗？我必须面对现实。我在马家脱光了矿泉水，习惯了奢侈的生活。爱情不是海市蜃楼，它需要物质基础的。你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你能给我什么？跟着你，你只能给我伤心和贫穷，你什么都给不了我。我可可，你是在骗我的，对吧？你发誓，你说的不是真的。可可，是真的。我本来就是个世俗的小女人。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能跟着你一辈子去。以前你还有产业，有家人，我们还能门当户对，我可能还能对你有些好感。可现在一切都变了，都变了。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想到和多多在一起的这几天，因为我这根导火索，发生了这么惨烈的大爆炸，把何必的公司炸塌了，把我和何必的心也炸碎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别哭了，你一哭啊，我也想哭了。许愿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想了。我不能忍心看着爸爸把何必毁了，我也不能不为他的公司和他的前途着想。何必总有一天会明白这一切的。多多，对不起啊，你的工作我……行了行了，你都这样子了，你就甭管我了。我现在呀，也不愿意进入那个化妆品行业，卷入你们这个险恶的斗争。我相信，凭我的智商和智力啊，我是一定不会沿街乞讨的。别哭了啊！我已经把车卖了，下午钱拿回来，把员工这个月工资发了。何总，公司员工都很同情你，都说这个月工资他们不要了，我的也不要了。不行，我谁的也不欠，你的也不欠，工资必须领。能坚持到最后，我已经很感谢你了。你客气了。何总，别叫我何总，何总已经是历史了。不，何总，雨过天晴，平安无事了。什么意思？
马昊天撤销了对销售商的要求，并且恢复对咱们原材料的供应，还是成本价。骇人送来一张500万的支票，说是对咱们公司的赔偿。马昊天怎么又发慈悲了？哎，别收拾了，归服务员。哦哦，对对，太好了。可可，是可可。可可真是深明大义啊，他为了救你而牺牲了爱情，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。 我以前讨厌他，现在我敬重他。把支票还给马昊天，我不要他的脸面。你以为这是马昊天的钱啊？这是可可的一片心，你可以不领马昊天的情，但是你不能不领可可的情吧？你成天说你恨马昊天，嚷嚷着要报仇，你凭什么报啊？你得有事业的基础，有雄厚的实力，你才能报仇啊。是啊，何总，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也该为公司想想。 公司有救了，员工的饭碗才有救啊！我永远失去可可了。历史上，可可这么干的也不是第一个人。这个昭君出塞，西施嫁吴，还有那个赵姬嫁嬴异人，是吧？别说了，啊，不说，赶紧收拾东西。哎。 乔老板，好久不见了。刘先生，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刘副总，他还是我的副总经理。好，那刘副总可真是左右逢源呀。怎么样，又和乔老板握手言和了？还是我们乔老板心胸宽广，不像有的人把我看成另类，容不下咱了。冤家宜解不宜结嘛。 我们这对老冤家是不是也该握手言和了？哎，乔老板此言差矣，我可从来没有把你当做冤家。只要你做生意公平交易、诚实守信，我倒是很愿意跟你合作呀。这边是一个综合楼，这边上面有一些办公楼写字楼，下面有一些那个银行、超市啊、生活配套用的一些东西。您看一下咱们这里生活配套都非常齐全。对对对。 整个小区里面有多功能会所，里面有茶餐厅、健身房、高端美容啊，社区医疗诊所。二位先生，这是我们聚国集团盛夏绿色佳肴的深深单印，您看一下。您看一下。<笑>乔总，这就是我在聚为集团时亲自印的广告宣传单。哎呀，陈一平。 过去总是抓我的小辫子，他也有今天。走，给他上点眼药去。
吗？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这是商业对手的恶意栽赃。我陈一平向大家保证，凡是广告和模型上有的项目，未来建设的小区就一定会有。模型和广告一样是为了蒙骗大家的，施工图纸上没有，未来建成的小区里绝对不会有。刘大安，你怎么那么肯定啊？各位，我刘大安敢用我这颗向上人头担保，巨威集团存在重大欺诈行为。真可惜啊，我取不了你的向上人头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这个吃饭的家伙可就真的没了。因为你没有证据取我的人头。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甭说那么多，你必须就虚假宣传问题给大家一个说法。刘大安呀，刘大安，还记得我在上次会上说宣布两件傻事吗？这第一件是你被炒鱿鱼，这第二件傻事，可惜你被赶走了，并不知道。现在我宣布第二件傻事，既然这个刘大安已经擅自把广告打出去了，为了维护我们巨维集团的形象和声誉，我们只有按照广告宣传去做，因为我们必须要言出必行。盛亚家园要马上修改原来的图纸，增加保龄球馆和游泳馆的建设项目，因为刘大安在广告当中已经报出了开盘售价，所以我们虽然增加了建设项目，但一定要保证质量，而且不能突破这个售价。新增保龄球馆和游泳馆建设，我们的成本会增加20%，可由于销售面积的减少，利润却要减少30%以上。是我用人不当啊，这个损失我认了。绝对不可能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他们根本无法重新修改设计图纸，完成变更报批手续，可以赶在今天的房展会上如期开盘。这么说吧，我搞了多年的房地产，也算是资深的业内人士吧。哎，我可以作证啊，一个小区整体建设方案的变更，那是一个庞大的复杂工程，那是需要很长的时间。陈老板是欲盖弥彰，混淆视听吧？这只能说明陈老板的话是一个欺诈走向另一个欺诈。巨威集团房地产公司的住房工程存在着一个陷阱又一个陷阱。啊，这是陷阱啊！买的房子给你吗？陈一平，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可你得拿出证据，让大家看看，你的巨威集团速度在哪儿？你如何让大家相信？啊，你如何让大家相信，巨威集团公司没有虚假宣传？董事长，证据快到了。啊，证据到了。陈总，我到了。打开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
哎呀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呀？这么晚才来？是不是你那护花使者把你那300块钱还回来了，让我们消费你的甜蜜？哎，他用的还是那个原来的漫游号，肯定不是。我找到工作了，而且收入还挺不错的呢。真的？你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？我是被一家大型的网站录取的，而且还是网络编辑。怎么样？还行吗？是工作还行，还是本事还行？都行。不错不错，祝贺你。可可，我自己一个人找到了工作，你不高兴啊？没有啊，我的心情你应该很清楚。正是在这场爱情大战中，我知道你伤痕累累，所以呢，我才约你们出来散心啊。不就是跟何必吹了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列宁同。啊，是。是天际声叹息。
孤孤的等待，凭什么爱你？